Good morning 啊，昨天晚上我讲了嘛，那个我们做政党政治的，这么游行的，都要保持在不要暴力的，你暴力的就格调就低了。那我们什么想法，什么 idea，什么理念理想啊，什么样菜单，什么样的愿景，都是好好讲，人民自由选择嘛。如果动武啊，就什么流于那种什么社会新闻了，就不是政治新闻了嘛，你对不对？什么样是动物啊？什么擦撞啊？交通的啊？什么 KTV 啊？青少年的啊？这种事才会打架嘛。那政治的，我们都穿个西装，都是人模人样的人出来带着，怎么可以流于这种会动拳头了，对不对？说好好讲的嘛，你有什么就一条一条写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自由选择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当个什么知识分子嘛？知识分子，你要动武的话，就是社会新闻了嘛？社会新闻什么擦撞什么，对不对？这还有啊，你这个如果有人觉得自认为我都没有再点名了，如果有人自认为什么被我好像说到，他是不是在说我啊？想要来我家不知道干嘛？你也知道我住的什么房子，对不对？你这种那捣乱分子，你上得来吗？对不对？第二个，我看路上凶恶啊，你这路上什么擦撞什么的，哎，你这路上的架没打过，你还想靠近我吗？对不对？